可以吗？压紧，啊，压紧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，这样子就是周围都是有一个框。好，那你看你装这边之后呢，这边是不是就没有空间了？对，所以你要换方向。好，那这边也是。对，很好，你看这样子就全部都有留一格宽的空间。这样。好，就要换不同的方向。好，那你再叠第四层跟第五层，也是用。你如果想要这样装也可以，你在旁边再接上去，然后上面再盖起来，就会不会乱掉。那你中间这边还没有粘住，先把中间做好，利用。还会掉下来，所以你先把它扶着。那扶着位置，请记得这边发射筒的地方，它是切齐。装完一边之后呢，再把它反过来，还有另外一边也要装。好，你要把它压进去，压进去。这样吗？好，你装的方位置都可以，你可以设计你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对。